前排系母亲节，陈展鹏同陈山聪两位老公点样同太太庆祝啊？我就冇啊，同妈咪同埋太太一齐饮餐茶咯，夜晚都系喺屋企食饭啦，因为太太都仲系带住个肚费事周围走嚟走去啦。系咁啊，我太太就冇今年冇同佢庆祝，因为佢今年咧太过悲喜交集啦。因为对于佢嚟讲，人生嘅30岁又系今年啊，咁跟住有第一次嘅母亲节。所以他要接受这个的现实，所以他就不要搞那么多事情。我自己呢就即是出年啦，出年啦，即是出年先跟他庆祝啦。但是就也有跟家人吃饭。太太市民又在 IG 开铺说展鹏只是挂住跟女女打情骂俏，不理他。这么啱啫，其实这么啱啫，其实我家的大 BB 就是我老婆的，所以即都要慢慢学习我的超能力啦。因为超能力除了应付套戏之外，都要慢慢学习应付家里两个，一个大女一个小女。